Hello，大家好，我是 Randy，加拿大现生活 YouTube 频道。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温哥华新西敏 New Westminster 的一个新的公寓楼盘。这个楼盘的名字叫 Ovation，坐落于新西敏市的市中心，距离菲沙河边走路5分钟，距离新西敏的 Skytrain 走路也是5分钟之内，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很好。整个楼盘一共有32层，204个单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房的样品厨房设计，人造大理石的厨房工作台，天然气的炉灶，非常大的仿大理石工作台面。Ovation 楼盘是位于新西敏的市中心的菲沙河畔。好，我们现在看看两房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是客厅，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饭厅的地方，以及厨房的水池工作台。这边是定制的特大双门冰箱，有5个炉头的煤气灶，这边是主卧房，我们再来看看浴室的情况。It's okay, man. Thank you. 这个是饭厅的酒柜。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楼盘的外面的购物中心和一些其他服务设施的情况。让我们看看楼盘附近街道的情况是什么样。这是 Skytrain。这是市中心最主要的街道 Columbia Street。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距离楼盘走路10分钟不到的商业中心，具备各种各样的服务和零售。再让我们到这个楼盘的附近走一下，看看。穿过这个桥呢，就是菲沙河
这边。我们在远处看到的那个桥，就是横跨飞沙河的 Skytrain 大桥。